大家好，现在又是开箱的时刻了。我的这个蘑菇前两天我在查看的时候，闻到了一股很不愉快的味道，就是那种青霉素的味道。所以说我感觉这里头肯定发生了不妙的事情。我们今天就来打开这个看看是怎么样。哎呀，长了。好难闻的味道，好难闻的味道，这个被污染了，果然失败了，翻车了，翻车了，翻车了，被污染了。我看看这个凤尾菇怎么样？我当时闻到不好的味道之后，我就感觉不妙，就把它们给分开了，把这两个分开放了，不知道这个情况怎么样呢？啊。我看到有虫子了，但是当时我这个查看的时候，上面也是有一层菌丝，白色菌丝的呀，怎么现在一点都看不到了？这个闻味道倒没有刚才那种很明显的那种发霉的青霉素的味道，这个没有异味，但是里头有虫子。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这种是不是那个叫什么真菌纳蚊呢？他们就是专门吃真菌的虫子，是不是这些家伙他们把我的真菌给吃完了？我听说种蘑菇的最怕这种虫子了，一个被污染，一个生了虫。我等一下扒开看看里头是什么情况。我们来扒开这个看看里头情况怎么样啊？前两天我的确有看到有菌丝啊，我还拍视频来着。一点都没了，化了，怎么会消失了呢？哦，我看到有虫子，刚刚看到有虫子，我试试看能不能找到那个，哎，这儿又找到一个虫子，这个虫子还在活动呢，又找到一只，两只，挺多的呀，哎呀。真是可惜了呀，这个说不定还能成呢，结果被他们给吃了。他们都不吃那个，又一只，这是又一只，这里头都是蛆啊。我不知道这个是蛆还是那种叫真菌纳蚊的玩意儿。反正我放进去的蘑菇现在是全部消失不见，都被他们给吃了吧？估计这底下好多蛆啊，哪儿来的呀？没了，这底下全都是了。千防万防，没防住杂菌，没防住蛆呀、啊！这底下应该是他们妈妈的尸体吧？就长这样的。可恶啊，可恶啊！吃个蘑菇都那么难吗？我想吃个蘑菇都那么难吗？翻车，确定大翻车！这个里头一个蘑菇都没了，剩下的全都被吃光了。另一个里头长了青霉素了，青霉素你们怎么不去吃啊？你们这帮啊！